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叶。今天呢，在回家的路上呢，看到这里有火车翻车，那我就下来查看了一下。那我就把他们录下来呢，也是跟你们分享一下，看看美国的这个路轨啊，到底有多烂。还有呢，这些你看，看看这些火车有多旧啊，这到底有多少年头了呀？